我可以证实的是，中方已经收到美方有关人员的签证申请。此前，美方出于政治操弄的目的，在没有受到邀请情况下，自导自演了所谓不派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闹剧。对于美方要派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团队来华，并提出签证申请，中方将根据国际惯例、有关规定和对等原则进行处理。